个零食给你，应该会喜欢吃。哟，掉出来！哇，好香！我开始咬了。等一下哦，出来了，慢点，是不是很好吃？快吃完了，慢点来，慢点来，好不好吃？对对，咀嚼，还有一点。里面还有一点，知道没有？没了。你看它尾巴都翘了。哦，它想吃，它不想按摩，它想出来。你是不是还想要这个？我再给你一包。我在他吃的猫粮上面撒了一点刚刚的零食，他应该会更喜欢。想吃吗？我都送到你口中了，下来，下来，这吃。
刚刚给他买了一点湿粮，希望他会喜欢。我这样拍摄有点，他说：“哎呦呦呦，别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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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”我知道你想吃啊，稍等啊，很快就好。来，首先来点。我腿上还有一些。也不给你。哇！看，这肚子这么圆。觉得我会把它养得太胖了。你们给它做点吃的，你可以看到我这里买了很多东西，这里买了很多东西要给它吃，你看，它都爬我腿上了。你先下来啊。最能让喵喵快乐的就是给它买一些吃的东西，你可以看到我买了很多。先从这个鱼罐头开始吧。哦，他听到声音了，他又来了。哎，先别吃，我还没给你搅拌呢。超香的鱼罐头。那个喵喵，你到这边来吃，啊。新鲜的鱼罐头，然后再来点营养素给它。看，我给你点东西吃。
这边，来，把我的腿，是的，你想吃，我真的你想吃。